刘警官吗？我要报警。长城大厦D407房间发生命案，你赶紧去看看吧。保护好现场，我上去看看。好，韩队，长城大厦发生命案，一名男子坠楼，目前情况不明，请求支援。别跑！站住！你跑什么呀？我是警察。韩队，韩队，死者的身份已经查清楚了，是土地局副局长张义林。张义林，死因呢？估计是因为空调室外机支架老化，而死者呢是想扶着空调从一个房间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没想到支架松动，死者失去了重心，就从楼上掉下来了。是意外吗？你先看一下这个吧。红桃六。此刻的刘洪涛想到他在勘察现场时的情景，一张红桃六扑克牌让他意识到此案件不一般。又是你的手机接到的报警电话吧？对啊。根据我和我师父的调查，我们发现张义林的死是有人策划的，而这个人就是红桃六。这和前三起案件特征极其相似，你们看吧。魏杰，27岁，职业跑酷运动员。案发地点是一处烂尾楼，一根裸露在水泥砖上的钢筋刺穿了他的脖子。奇怪的是，我师父收到了一条神秘短信，说安坊街烂尾楼那边死了个人，所以我师父是第一个到达案发现场的。短信发送的时间是在魏杰死亡前10分钟，也就是说这条短信预告了魏杰的死亡。在死者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红桃六扑克牌。郑国强，43岁，国企高管，案发地点是一家小面馆。和魏杰案一样，我师父收到这条短信是在郑国强死亡前的10分钟，我师父又是第一个到达案发现场的。这个案子无法解释的依然是死亡预告短信和死者口袋里的红桃六扑克牌。焦峰，36岁，装修公司老板，案发地点是焦峰公司自己的样板间。和之前两个案子一样，我师父收到这个短信是在焦峰死亡前的10分钟，而我师父又是第一个到达案发现场，又是红桃六扑克牌。算上今天晚上张义林口袋的红桃六扑克牌，这张牌已经第4次出现了。洪涛，你说说今晚的调查情况。对面居民楼里确实有人看到张义林是自己掉下来的。你好，我是警察。刘洪涛找到的这个目击证人叫李浩哲，他是一名马上毕业的大学生。说说吧，你都看见什么了？我看到一个男的正在往空调机上爬，这个时候又看到一个女的从宾馆里面跑了出来。我只是拍到了这个男的从空调机上掉了下来。不错嘛，知道保留证据。这个常识我懂。虽然那个女的你没有拍到，但是如果让你再看见她，你会认出她吗？应该没问题。好，谢谢你，我一定还会再来找你。哎，我还核实了空调室外机支架松动的问题。我随机抽查了一个空调室外机，模拟当时张义林的死亡过程。如果支架没有松动，
那这件案子就不是单纯的意外了。就在我测试的时候，突然又遇到了另外一个人。是警察，开一下窗户。开一下窗户。到了。酒店位置偏僻，建筑老旧，但卫生还算干净，设计陈旧，适合男女约会，不适合商务办公。宾馆用品一应俱全，空调外机的安装位置容易让人从一个房间爬到另外一个房间。总的来说，这家宾馆适合男女偷情，但是警察会经常光顾。危险指数5颗星。你录完了？你搞什么鬼？你抢我手机干嘛？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一名酒店试睡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贾静静，安静的静。跟我走吧。哎，算了算了算了。然后我又让吴向方去对比了两个匿名电话。卢警官吗？我要报警。长城大厦 B407 房间发生命案。你老公张义林现在正在长城大厦 B407 和一个风骚的女人滚床单。对，就是这个女人。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这四个案子都和扑克牌红桃六有关，但是这个案子先放一下吧。红桃，来，你坐这儿来，看看这个吧。这是一封匿名举报信，是有人寄给督察，督察的人转给我的。韩队，不是吧？你真的相信这三个案子和我师父有关？我信不信不重要。我想听听洪涛怎么看这件事情。洪桃六就是刘洪涛，刘洪涛就是洪桃六。难道我师父的名字倒着念是洪桃六，就说明我师父涉案了是吗？这也太无聊了吧。我只说事实。可我师父为什么要这样做呀？他和那三个人无冤无仇，他是怎么能做到让这三个人主动往绝路上走的呢？难道他把他们催眠了吗？有些事情你可能不清楚，而我作为你师父进修班的通习生，我可是清清楚楚，你师父上学的时候学的最好的课程是犯罪心理学，而犯罪心理学里有好几章讲的就是催眠。你也学过这个课程，岂不是你也有嫌疑？不瞒你说，督察的人也在怀疑我。督察的人下午一直在我的办公室，我们一起看了你师父当年在学校表演的魔术。哎呀，怎么这家伙神奇啊？他在那儿呢。表演结束。十年前你师父表演魔术让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他从楼上掉下来毫发无损。今天晚上同样有人从楼上掉下来却丢了性命。你就说督察的人打算把我师父怎么着吧。督察会调查这三个案子，当然也包括对你的调查，所以你必须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离开本市，在家等候督察的调查结果。督察的同志会随时找你谈话。正好我最近也有点累了，刚好可以放个假嘛。你也不要有太大压力，督察的同志调查你也是在调查想害你的人。好。等等，把枪和警官证放桌子上。
刘洪涛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是不是以前办的案件得罪了谁，因此要报复他，还是另有其他目的？这个洪涛六到底是谁呢？早上的这个时间，把频率锁定在 FM 109.9，按时收听由小慧主播给大家带来的小慧早茶。新的一天要有新的心情，昨天的烦恼已经成为历史，别让它再影响你今天的心情哦。师傅，我刚在交通大队查了长城饭店附近的交通探头，张玉林坠楼前一分钟，确实有一个女人匆匆忙忙从宾馆赶出来。朝着东边的建工路方向去了。我看了监控，面部非常模糊，几乎看不到脸。我后来又查了建工路附近探头，没有发现这个女人再出现过，应该是顺着某条背街小巷跑了。非常好，马上把视频给我发过来。好，我传给你。人要学会享受孤独，在孤独中活出品味。即使你是一个人生活，电台台标，你们不会是同行吧？那干什么呀？戴着。戴这个干嘛？你不是为了写关于犯罪的毕业论文才跟我学讨债的吗？咱们接触的可都是些穷凶极恶的人呐，这对你了解罪犯的心理是很有帮助的。走。谁呀？是贾梅梅吗？我是来送衣服的。这是签收单。笔。哟。哎呀，不好意思，你看我的笔不知道落哪儿了，能不能借您的笔用用？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干什么的？难道不知道吗？谁派你们来的？姓黄的还是姓齐的？你是干什么的？是老板让我来的。你黄半城向老板吹嘘自己提供的是最专业的服务，为什么还会出现张义林这样的事情？你必须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生意别做了。贾明明手里有一份张义林很重要的东西，他关系的不只是一个人，你必须立刻从贾明明手里夺回来。贾明明手里的东西我肯定找回来。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让我徒弟跟你说说情况吧。啊，我们是法律咨询服务公司的，有人向我们求助，说你拿着他一样东西对他进行敲诈，你知不知道这样是犯法的？明白了，我当什么事儿？那你们私闯民宅也是犯法的吧？王总，打开看看。
贾明明手里那个东西确实值钱。虽然从组织结构上讲啊，他是我的下线，但我们各自的职能是独立的，彼此在工作上互不干涉。他负责向下管理那些女人，老板负责向上管理客户，我呢负责把那些客户和挑选出来的女人联络到一起，让他们产生化学反应。东西我是不会给你们的。不拿是吧？动手吧。哎呀，自己找。别烦了，不就一个破 U 盘吗？我给你不就行了？哎呦，夏小姐，你这话说晚了是吧？我看看这还有啥用的啊。别翻了，你要的东西在第二个抽屉。在第二个抽屉。徒弟，嗯，这是啥呀？师傅，是这个东西吗？密码多少？我也不知道密码。千万别告诉我你是卖手机卡的。告诉你，手机我们不拿走，以免让你误认为我们入室抢劫。这个东西我先替你保管着，你想好了告诉我密码。我给你们把密码打开，你把塑料袋里的东西还给我。B 组 B 组，我是 A 组，刘鸿涛开车甩了我们，正往高新路方向驶去。东西已经拿到了，咱们赶紧走吧。急啥呀？哎呀，这个塑料袋看来对贾小姐是很重要啊！啊，哎呀，我真是不知道贾小姐还留没留着备份啊！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啊？我们说好了交换的。是说好交换的，但是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等价交换呢？你是不是留备份了？大哥，真的没有备份了。我答应人家雇主了，是不留一张备份的。我说的也得做到啊。这个我先拿着，哎，真到没有备份的时候啊，我就把它还给你。老皮，私闯民宅已经是违法了，你这是敲诈，我不能再给你犯法呀。是你说要写犯罪心理论文，这不是让你体会得更真切吗？你要是再坚持，我就报警了。你报啊。你以为我不敢？我报就报。哎，哎哎哎，你怎么一根筋的？后悔被你带的，你来真的你还？是你把我骗过来的。你放开，你不能碰，你不是开玩笑的。放开我，放开，不行，别动，放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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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醒醒！你说她就是小慧主播？没错，秦慧茹就是小慧。谢谢。怎么会是她呢？我要找那个目击证人确认一下。你找谁啊？您是李浩哲的奶奶吧？是啊，我是。你好，我是警察。李浩哲在家吗？他不在。裴先生，你好，买箱子吗？啊，买箱子。我知道你为什么来的，是为了昨天晚上宾馆里发生的那件案子吧？啊，对，我昨天晚上确实来找过浩哲。可是，那件案子跟我们家浩哲有什么关系呀？哎，奶奶，您坐下，您听我慢慢跟您说。来，您坐。既然您已经知道了对面发生的案子。那我就不瞒您了。现在呢，浩哲是唯一一个目击了犯罪嫌疑人逃离宾馆的人，所以他现在可能有危险。啊，那你说，凶手会对他？啊，不过您不用担心，我们警方啊已经对浩哲采取保护措施了。我今天给他打了一天的电话，他也不接，所以我才到家里来，想看看。您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您的电话他一定会接吧。那好吧。哎，奶奶，您别着急，您啊千万别告诉他我在家了。您要告诉他我在这儿，他肯定不会回来。来，我来拨电话啊。您只要告诉他，让他回家就行了啊。我开着免提呢。不是跟你说过吗？任何人电话不能接吗？不行，别人电话可以不接，我奶奶电话必须接。她身体不好，万一是急救电话呢？喂，奶奶。哎，浩哲，你在哪儿啊？奶奶，你先别管我在哪儿。你没事吧？哎呀，你到底在哪儿？奶奶，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挂了啊。哎，你别挂呀。奶奶，怎么了？哎呀。我胸口疼得厉害，正在第1人民医院等着做检查呢。你赶紧的，奶奶，
你先坚持一下，我马上就过去啊。哎呀，那你多久能到啊？啊，奶奶，那个我不知道，我只能尽量快点。哎呀，什么叫你不知道啊？你快点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客户。啊，奶奶，这样，那个，我现在先不说了啊，我马上赶过去，我先挂了啊。奶奶，您还挺聪明的嘛，您不让他回家，您让他去医院找您啊？那不一样吗？啊，一样一样一样，反正我知道他要去哪儿了，我就去找他。谢谢您啊。哦。谢谢您啊。喂，公安局吗？是他吗？对对对，就是他。你们几个到第一人民医院去。明白。哎，这个是什么人呢？啊，他是一个警察。警察？对。哦，他说我们家浩哲有危险，是真的吗？有这个可能。也那我们家浩哲怎么办呢？您也别太着急，我们正在想办法保护他。哎呦，哎呦，谢谢谢谢。你好。你好，我想查一下今天全市有哪几家超市在做婴幼儿奶粉的五折促销。我们为您查询到永松路的永辉超市今天有婴幼儿奶粉的五折促销。就只有他们家在做这样的促销吗？是的，只有这一家。好的。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箱包在哪里买？哦，箱包往那边走。哦，谢谢啊。不用谢，慢走。裴先生你好，买箱子吗？嗯，你好。我看你们这儿也没有什么人，一天应该卖不出几个了。谁说的？十分钟之前我们刚刚卖一个最大号的。是吗？对啊。哦。哎，我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个头比我稍微矮一点？然后斯斯文文的，二十二三岁的一个小伙子来过，就是这位顾客买了我们的箱子，是吗？他买的是这个箱子吗？就是这个最大号的。他有没有说买这个箱子干什么用？买旅行箱还能干嘛？肯定打算出远门呗。出远门？嗯。他是一个人来的，还是和什么人一起来的？跟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在一起。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刚走不久。谢谢。哎，师傅，你好。我打听个事儿。你看，我手机上这个小伙子，你看见过吗？好像是有这么个人。哦，你们小区就这一个出口吧？哎，是的，人和车都是从这过。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这人啊，他欠我了点钱，我找他，他老躲着我。你看，一会儿如果有车从这里边开出去，你帮我仔细看看他在不在车里边，好不好？谢谢啊。好。我能到你们保安室去等吗？哎，可以。快点倒车，倒车。你让我倒下干什么？有个警察在门口。你怎么知道？昨晚坠楼案那个宾馆就在我家对面，就那个警察当时找目击证人的时候见过我。他怎么会在这儿呢？不知道啊。啊，刚才在公寓给我打电话的就是他。我怎么知道他会出现在这儿啊？那怎么办啊？这样，我先下车把他引开，你再把车开出去。你记得啊，贾明明的背后有很强的黑势力。想想你的奶奶，千万不要干傻事。你就放心吧。我知道了，肯定不会把这个事告诉别人的。我去把那个警察引开，然后再给你打电话。
你要找的人来了，就那个。会在这儿，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什么事儿啊？你老实告诉我，跟你在一起的那个50多岁的男人是谁？他怎么知道我和谁在一起？哪个男人啊？你少装糊涂，就是跟你在超市一起买箱子的那个男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很危险？你是坠楼案唯一一个目击了犯罪嫌疑人逃离现场的证人，你就不怕罪犯杀你灭口吗？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除非你就是想杀我那个人。我已经把情况告诉了局里，局里知道了，消息就有可能走漏出去。你老实告诉我，那个男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我不接电话是因为我感情不顺，是因为我心情不好不接电话，不行吗？至于那个男人啊，他是我在商场碰见的，他也买箱包。你知不知道用微信扫描二维码买箱包打8折？他没带手机啊，我帮他扫的，乐于助人，不可以吗？你去那个小区干什么？上厕所啊。你跟我说的都是实话，没有人威胁你。你真的想？跟我走一趟，干嘛？我还忙着呢。去指认嫌疑人，一会儿人家下班了。哎，我奶奶在医院，我得去医院。你奶奶在家好着呢。哎哎，王总，张一林已经死了，现在风声这么紧，您一点都不着急？有什么可着急的？我说过，一切都在掌握中。咱们这边我倒是不担心，倒是贾明明安排的那个女的，我有点放心不下。虽说她在警察来之前就已经跑了，但是毕竟是出了命案，万一她要是扛不住压力去自首，就算这个万一真的发生了，她也不会把贾明明给供出来。贾明明手里的女性资源都是精挑细选的，他们每个人都有把柄攥在贾明明手里。没错，就是他。你确定？确定。没想到，竟然真的是他。你认识他？走吧，我送你回家。啊，那个，你先走吧，我还有事儿呢。不行，你必须马上回家。你奶奶以为你被坏人胁迫了，你早一分钟回家，她就早一分钟安心。可是，可是什么？走吧。等等，家里如果有警察，他们要是问你，你就让他们来找我。那个女主播的事儿，我不想让外人知道。知道了。等等，跟你奶奶说声对不起。喂。
老皮，我去找你。知道了。那个刘洪涛好像知道了什么，他还一直问我为什么买香包。赶紧把尸体处理掉吧，气势肯定不行，痕迹太多了，万一被公安查到了，我们就完蛋了。哎呀，可也不能盲目的出城啊，被交警逮着我们也完了。挂了挂了，不能接，千万不能接。挂了，发短信给他。只回短信，不接电话，这么牛的想法都想得出来。他故意躲你。您呀，不是外人，我就跟你直说了吧。贾明明手里有张艺林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老板派人传话给我，让我把这件东西从贾明明手里拿回来交给他。他故意躲你，说明他不想把这件东西还给你。只能这么解释了吧？我去他们家找找。啊，不用，就让他躲着吧。警察现在正在查张艺林的案子，他躲着也好，等事情平息了，再把东西拿回来不迟。可是这样的话，老板那边您不好交代。有了这件东西，我还会怕老板吗？老板应该怕的是我。黄总，这个我不是很懂，难道这个东西真的能够拿住老板吗？好好开你的车吧，把车给我保养好了。有些事情啊，你不需要懂了。你已经绕了三环跑五圈了。让我再想想，让我再想想。刘洪涛，刘洪涛，你去电台找这个嫌疑人，以及让李浩哲指认嫌疑人的事儿，你为什么不通知局里？我现在在休假。我办点自己的私事，我干嘛要向局里汇报啊？督察那些人跟不上我，是他们自己水平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把那个红桃都给我收起来，看着心烦。我说的是事实，李浩哲突然不接电话了，我肯定怀疑他是被坏人给胁迫了呀。李浩哲可是现在唯一一个目击了犯罪嫌疑人逃离宾馆的证人，他要是被人灭口了，那红桃六的帽子我肯定是摘不掉了。我为了我自己的清白去找他，这当然是私事了。你少给我扯私事公事了。我问你为什么不汇报？韩队，李浩哲是唯一目击证人，只有局里知道。要是有人要灭他，那跟咱们局里的内部肯定脱不了干系。你不是经常说吗？这什么可能性都有啊。洪涛啊，这个督察才调查你半天，你就出现这样的事情，你说督察对你的调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迷失了方向的人能否再回家？指引着迷途的光一直在闪亮，悲伤的心伤害了善良的心，不能抚平的伤口能够让无法平静。天上星星，多美丽的星星，请带着我伴随我，请带着我伴随我，带着我飞出痛苦海洋，告别昨天，告别所有烦恼，让我解开心中结，拥抱美好明天。
该回家，指引着迷途的光一直在响亮，悲伤的心伤害了善良的心，抚平的伤口像星星，多美丽的星星，请带着我，伴随我，请带着我，伴随我，带着我飞出痛苦海洋，告别昨天，告别所有烦恼，让我解开心中结，拥抱美好。新生活，天上星星，多美丽的星星，请带着我，伴随我，请带着我，伴随我，带着我飞出痛苦海洋，告别昨天，告别所有烦恼，让我解开心中结，拥抱美好。拥抱明天，